别呀！哇，啊，稍等！哇，说话呀！你刚刚不是话很多吗？快点来！生日快乐！哎，今天是已经3月11日了，你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，好吧？不是，是得过了这个，这得过了今天才能，他才能不叫回去了。今天还是可以叫。不，没有。龙宝生日快乐！这是什么？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人的名字可以加一个宝，这样就让他可爱。真的吗？那你加宝宝吗？不，他就加宝宝。我这样啊，大家都知道今天去干嘛吧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我们今儿去干嘛呢？我们这可能是去看鬼片吧。其实今天呢，我们要去一个私人影院，然后我们去一起去看电影。对，刚开始呢，有两位成员就死活都不去，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？谁呀、啊？怂的要死。谁？对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你跟我吗？不是，这我提出来的，我能说不去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我，都不是你们，应该是我。不，应该是我跟贾某哥。确实，我也是。行吧，那除了狗狗、贾某哥。小雨也没什么人，对，没什么人。琪琪和徐亮是敢去，他俩是敢去的。对，他俩是，就这个区域。你们不好奇我为什么想在生日看恐怖片吗？因为你，我也挑战自己。对，确实是，也是其中一点，我主要是想突破一下，但是别的方面的话就还行，看鬼片这个还是能接受，就大不了恐怖的部分闭个眼，一睁眼一闭眼过去了，反正。对啊，就这不这么多人呢吗？那反正我们就到地方再见吧。好，到地方再见。那我们到地方再见了。我们到地方再见吧。拜拜，对，我们到那个区域再见吧。吃什么？谁过生日？谁过生日？请客。谁过生日？谁过生日？让你。你是一天不打，一天不打上。怎么着？吃。还有辣，来，老板。能拿着能吃，咱就吃就行了，大哥。这个贺老板还没有钱吗？等4月份该人老板了，好吗？我不是老板。那我不知道。首富。那首富该人首富了，行吗？谁首富？不花家里钱，要靠自己打拼。那倒是给的。直接到你手里了，怎么这么贵？那个龙哥不是一直想学吉他吗？其实现在那个吉他是我给龙哥学的。哇，真的吗？哎，你当时教啊，我 okay, 我缺的是一个吉他，我缺的是吉他吗？不要，缺的是教啊。你给我弹个试试。我不会弹。为什么不会？祝你生日快乐。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场所是私人影院，为庆祝我的生日，然后专门想了一个可以来玩的地儿，希望胆子大的可以玩得开心。谢谢你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哦，还有游戏啊。全程呢有一个规则，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有5次机会，可以叫，可以闭眼，但是只有5次机会，超了这5次机会的话，我就失去一个想要的礼物，对吧？好的。规则可能对我们3个小的胆子小的人比较不太公平吧？怎么说？谢谢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无所谓，我从头闭到尾就好了。我就右耳朵放一口好运来。你应该放个辟邪的。放个辟邪。辟邪的，对，给你走。反正我们3个就加油吧，为了我的生日愿望，加油啊！大家尽量控制，不要叫，不要闭眼睛啊！不要他突然出现的话，你要心里有准备，要有准备，不要突然他出来啊！不是，万一他兴奋了。那边有安全出口啊！要实在忍不了，大家可以出门作证。就一会儿，我感觉我们可能就看完之后，6个人就躺在这。对，可能有高级、中级、低级、三高级、低级、高级、高级、低级、高级、高级、高级。觉得这样啊？低级他猛的一出来，还是会那个。我的右边耳朵声音是高级，左边的声音是低级。那么作为中立，中级吧。低级是什么？安娜贝尔。哇！安娜贝尔很恐怖的，哇哦，哇，安娜贝尔终极呢？就终极，高级是什么？高级是这个，就是力不僵硬。哎，就看这个吧，这个泰国了。不是，我们来投票吧。第一集的谁？我们就看泰国，就看泰国吧。好，第一集没有。对，不是，我们得公平公正，我们投票。行，投我高级，你高级吗？我高级啊。
加个多高级，你高级高级啊，那就高级了。这位高级、啊，这位玩手机的是不想刷存在感。我在找安娜贝尔跟死寂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既然是恐怖片，我们胆子小的就是不管高不高低低都怕。高不高的低不低的版本。那就这个吧，低级的举手。来，他好像终极的举手。终极是什么 ？OK， 高级直接播放。我提前商量一下，你们往我这边挤一点是可以的，我不怕挤。就是待会儿我怕狗狗也害怕去找家，我哥胆子大了。然后舒漾呢和琪琪也是聚在一块儿，然后小雨又去安慰他们，然后就剩我一个人坐中间了，这样是不对的哦。大家可以往我这里来一点。好的，我们尽量吧。不许叫啊，不许叫啊。我感觉我一会儿会被龙哥这个耳朵吓着，这个耳朵吓着。因为孙啊，不会的。三二一，游戏开始，好吧。萨瓦迪卡，奥德，考坤卡，朗纳舅舅，老婆说一个。哎呀，只要这种开头一般都是会出现一个吓人的东西。我现在叫会犯法，看这薯片，会不会算进去吗？这个你看这薯片，其实你们有这个打光灯的话就。没有，所以不要叫，所以不要叫，不要叫。你看，这个房子，怕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对吧？其他的氛围有一半全是。好运来放起来了吗？音乐，那一个鬼片要有好的背景音乐。对，好的背景音乐才能把这氛围给衬托起来。托马斯，看还有托马斯有什么好怕的？放个闹鬼的地下室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这个电影名字叫做《厉鬼僵硬》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这个是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说你们害怕，为什么要找这个电影？三哥，这个影院是新的电影。对对对，你们就像那小女孩一样，捂着自己的嘴巴就好了。完了，卡，肯定卡住了。不是，你在看没？啊，你在看吗？经典台词。扎三二一，再脚。哎呀，没了，笨蛋！正抓人家小女孩，不知道吗？那得绑。缺德的。啊，这是那个电影院的那个胶卷吧？肯定是吧？哦。那我孙悟空来了，你看我伸出来。啊？就是功能那对手表是那个金属的啊，也不至于打人呀。金属的使劲一拳怎么打人家？他成年人了。开始，我拿我这个就打你一下就。你说橘子太干了，能吃吗？干点啥？那女的发际线为什么这么高？可能睡不好。梳头，他已经没头发了，就是没头发还梳头。哈哈，为什么？今天天气挺好，今晚天气很好，真的服了。没事儿，就给人做应援呢。你看，就把这横幅直接拉出来了，做应援。哎，不是，他不是说看到这个就会跟着他们？要是全国人都看到他，那鬼厉鬼是不是得忙死啊？然后我们给他唱一首《We Busy》，然后我们就成了七个人。You Busy？ 啊，他们去找人尸体。真的是闲的，哎，正好门就被锁住了，门马上就开。你说巧不巧？为什么就不早点那个修门的过来呢？这会儿门被锁住，突然门马上就开了。这是电影情节好吗？来送人头啊！老看人家了。行了，这个男的肯定死不了，肯定是后面这男的死了。后面两个还能再死一个，跑出两个。这么多人，这一转身没东西。第二转身的时候，不是在眼睛的后面。Yeah. 啊，然后灯全灭了，哐当当当。哇，你看，哇，神预言。什么情况？你外边。哈哈哈。什么手表？就他扮鬼，然后把他吓，好像他跌倒了。什么情况？有了吗？刚刚有个女鬼、就是、走过去。脚，最好还是别看这个。就是喜羊羊才去美羊羊去了。在那块表吗？表还挺快。啥呀？不看你俩知道啥呀？小周，生日快乐！
小宋，小龙是吧？我真想不起来，没人，早忘了。就问你，不是我老妈，这点儿怎么到我那儿？我也不清楚啊。你们不是做多？那厉害他呀！哎，你去拍电影，现在在干嘛？富士康板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想坐牢吗？但是这部片子不只是电影，电影里的鬼是真实存在的。嘉伟，你就一个 flow 吗？不好意思，不会晃吗？话说回来，你们两个人全在顾着干嘛？就眼睛一直在看。我们的幸运需要附上少死亡的调查证明。这不是人，这把也没打进了。对，应该是掉的魔术的地方。哦，你说烦死了，你是看手机里的烦死了？没有，是看这个。哦，他看你们，他好不容易看会剧情，他又要演鬼。没有妖言鬼，你看没有妖言鬼。妈呀！那谁在哪儿？没有鬼。是警察啦。是啊，我为什么感觉多给你点七个安全感？能保你啊，差不多。这停车场三有感觉，看镜子，哇哇，这个太牛了！这算隐私？你背的是谁？扶桑嫂。这算隐私？他背的是那个书包，但是下次大家遇到鬼，千万不要往电梯里跑。别倒，没事，你又不怕，你胆子多大？别倒，交给他们。哇啊，真敢啊！没，这还不算，怎么回事？小事啊，这不算。哎，我偏要。哦，好烦呀，我想打喷嚏打不出来。我上个厕所。有。这算一次来。算吗？哎，我这难为他呀。他打不出喷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管他呢？结束了，兄弟们，哟西，挑战成功战了。这是高级吗？这就是高级吗？我觉得你是反着拍的。本来我想的场面呢，真是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啊，就这样一直挤着挤着挤着，都这样害怕，开始。妹妹，虽然我叫了两声，都跟这个电影没什么关系。就是我觉得吧，就是它不在我害怕的范围，你要是突然出现那一下，我可能也不害怕。我觉得现在比起我们选下一个恐怖片，我们应该来在队里面分配，重新排名一下这个胆子大小顺序了。不要说什么并列第一、并列第二，我们就真实按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分出来。那第一到底是谁啊？第一是谁？第一我。行。第二是小五哥。第三你。第三今天是我。第四狗狗。对。第五我徐阳。第六齐齐。因为我没太参与今天这个。给我们的新龙戴上这个，你说这什么？女王皇冠好不好？这都有点土啊。这个，你就是女王，不自信放光芒。这个要是女王的话，应该给她的。龙妹，不，龙妹今天是女王。你的动作刚刚有点娇羞气了。别搞我。哎呀，这就是个礼，就是礼貌。龙哥，你看我给你插了六个蜡烛。龙萨这个蛋糕未免要什么意思吗？要什么意思吗，龙哥？六六大顺啊！哇，谢谢你！哇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，龙哥许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过年都没看见烟花，你过生日看见？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morning to you，Good morning to you。这一刀要切连着啊！第一刀你要切这个连起来。为啥？没事。都行。寿星最大。你别人天大地大，寿星最大。你在教寿星做事吗？还是切完吧，这切一半有点不好。好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天大地大，寿星最大，谁过生日谁是？第一刀就祝大家所有人都开心最重要。你第一刀先祝你自己吧。
嗯，就所有人都就包括了。谢谢你孩子。OK， 第一招就这样。这孩子大有善心。先是开心，然后是身体。第二招，所有人身体健康。啊，这块岁数大。第三招，祝所有人长命百岁。其实你祝所有人可以一刀说完。是。那就祝我们哥，祝我们 boys 事业有成吧。那当然是在我许愿的过程当中说的，这切蛋糕嘛。长命百岁，希望大家可以撑到我一百岁的演唱会，好吗？你一个人开吧，你一个人开吧。别人不这么录的，可能他们就不是演唱会了。哎呀，别瞎说，我对不起，我们一定能成为百岁的。对 ，OK， 那最后一刀，就这刀，就是祝大家都好好的。对，然后又开心了，身体也好了。大家吃蛋糕吧，大家吃蛋糕吧，来吧，都饿了吧，看电影这么久。哇，真贴心啊！跟你们说，之前在过生日的时候。哎，也是我来切蛋糕，然后现在我自己过生日也是我自己切蛋糕，我突然都忘了今天的主人公是谁了。哎呦，就是的，切肉，进来孩子，我来起来，不要动，你起来，那你来拦一下我，你来拦一下我，我不拦，你来，我来，不行，你那个。我刚这么小一块给寿星吗？不可能！你吃吧，快点！小心这样，哎，小心你的衣服！别动！我把 boss 们的份撂这儿了。龙啊，别忙！你不相信我吧？吃吧！我用这个。对，别用这个。我用这个。这个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先把嘴擦了再说。哦，是这个。用哪个？哦。用这个。里面是冰的。对。需要胃口吗？你别这么问呀！你这问的吃不了。你说来，宝儿。最近还没张嘴啊，还是怼上去了。来，宝宝吃一口。我看你没张嘴，我来给你怼上去。孩子，很帅啊，这样子。你觉得很帅，寿星觉得有点无奈。哦，压不上。但我还是觉得这段非常厉害。开玩笑。哎，巴拉巴，所以都是一个导人。啊，真不错，好吃吧？哇！班长消费由贺公司买单。太棒了！好，抹上了。我抹三次了。我是觉得吧，就新的一年呢，让我感受到了弟弟们的这个闹腾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接话很厉害啊！喜欢吗？就是拓展话题，喜欢吗？嗯，非常喜欢。但是今天其实寿星的一件事挺遗憾的，就是他那个愿望，因为我主力，我主动承担责任，难道可得练上？不是，那所以说你要怎么补偿呢？哥们儿，来自己把这蛋糕抹自己脸上了。孩子，你想去哪？孩子，你想干嘛？我们去火星吧。我觉得龙龙。孩子想去火星吗？我觉得龙龙现在只想好好活着。收到行李，明儿出发。现实版的。我感觉我这个十六岁变得好成熟，为什么像两个傻子在我旁边？我感觉你最幼稚。哎呦，怎么说呢？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愿望的话呢，也。不是太重要了，反正我觉得、那就别实现了。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看鬼片，我肯定想到五次嘛，大家肯定会，如果突然出现的鬼，大家肯定会惊讶的。哇，你的鞋，孩子啊，孩子，你的鞋，孩子啊。那我觉得因为看鬼片嘛，肯定想到大家会，在恐怖的部分会尖叫的，对，那这个没有办法避免，这个超过五次在我意料之中嘛，也是没有办法。都怪公瑞。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一种惊喜的那种也能算进去，不是感叹一下哇，就是算吧，就可能不想实现你的愿望，就故意的。确实，不过那没关系，那既然已经错失这个机会了，没关系，那要不然我给你时间，你们给我都补偿。行，什么愿望？我觉得有错。什么愿望，孩子？什么愿望？孩子，我想
我想听你家耳哥对我说生日快乐。我生日快乐，孩子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没关系。等我有一天我戴个面具什么，穿个他衣服。对，没事。我最近不是有那个很火的那个声音模拟器？生日快乐，孩子！来，我们新楼要一下。其实我还是想说，这个愿望。加尔哥呢，能实现就实现吧。就别的愿望的话，你比如说我要买什么东西的话，关于物质方面的，我确实也是没什么太大的需求。主要是我们六个兄弟能够一起开心快乐的成长，然后让 boss 呢也跟着我们在一起，然后见证我们的成长就够了。咱们是不是落点啥呀？咱们每年按照对生日祝福，没错，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从小就知道我要说啥。那从谁先开始？从我先开始。好。但是我今天说我想听走心的，哎呀，还没准备，就是如果你说啊，龙哥生日快乐，龙哥生日快乐，怎么着，那没意思。来吧，认真一点，慢慢的表达一下自己的真实内心。那就队长了，那队长先开始吧。你不是说你先开始？我先来。但是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不是什么，我会说话，但是像这种场合我不善于表达。对，我话是会说的，我嘴是会张的。但是这种场合，当然知道你嘴是会张的。嘴会张的。但这种场合我真走不开。那就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现在你真的很优秀。别人十六岁在干嘛？我看好多人说我十六岁都在玩泥巴。不是，十六岁还玩泥巴？而我们新龙，十六岁，这在看鬼片儿。泥巴玩他，唱歌跳舞。都会。下一位，这个你要挨个来嘛、哎？你们不是应该着急着？不，我来。为什么我不着急？就是谁也想最后说，因为准备多一点，说的更长一点啊。这么乖啊！这个，那谁来说？我听说你准备了一天一夜啊！来，我从前天晚上就想了。哇！可以啊，这么有心啊！来，发言。来吧。前天晚上开始想，总共是想了48个小时啊！哇，这么精进的细算吗？但是我每12个小时只想一个字：生日快乐！好，我说一个，好不好？说一个，好，说一个，来，下一位，新总监，小五哥吗？别，谁呀、啊？你电影出来小男孩吗？加你啊！你谁呀、啊？快点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好多话想想了48个小时啊，兄弟。对的，龙哥虽然是，哎，听不听？啊，这么霸道的吗？龙哥虽然是比我只大了个10个月啊，但是看起来是比我成熟很多的啊。对，哇，哎，没办法。但是私底下他还是感觉越长越幼稚了，就是感觉越长越像弟弟了。嗯，这确实是现实，而且偶尔他做的那些行为，我还反而觉得特别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点像你的弟弟是吧？不是，真的，什么真的？你看说真的，就在这俩人，这弟弟。哎，真的，你看就这仨。啊，继续说。但是在工作当中还是非常认真的。哇。对。然后平常也是。这点非常的照顾我们。对。照顾我们三个弟弟，然后也同时为两个哥哥着想。对，是这样的一个好孩子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小雨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来，有请我们的汉女。下一个。哇，已经龙龙现在今年16岁了。哎，是啊，怎么了？谁？那我还没过生日呢，我现在也16啊。是啊。怎么你允许他让你讲汉语吗？讲汉语，将来讲汉语。脾气狗。是不是讲汉语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其实我。别了，别叫贾宝，一两个月，别叫贾宝啊，没事，反正我哥，两个月，行，你看我就两个月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我们六个也是从小一起长大，然后见证了彼此所有成长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啊，然后也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说实话，基本上现在是比跟父母呀，然后和各位。家人在一年时间，对，都要多了，然后每个人对各自的脾气啊，各自的性子也比较了解。从小目标就是 beer ball 的，到现在还是 beer ball。对，初心我也挺好的，然后希望以后未来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们还能在一起坐着，然后一块过生日，一块出去 happy。然后希望以后会更好，所有人都是希望变得更好。别推我狗，好哥哥，谢谢，这样，下一位，
那到我了，然后别挡着。就首先呢，先祝龙哥生日快乐，然后今年他也16岁了，嗯，历成年又近了2年啊，就差2年了，挺快的，很快啊。然后希望龙哥在这一年里，然后可以有很多的收获，然后有很多的成长，然后还有希望龙哥不要那么的幼稚吧，也不算幼稚，就是觉得龙哥。可能太小了。对，就刚刚泽宇哥说的一样，希望龙哥更加的在宿舍里面更加懂事，不要让我们羡慕哥哥。看这个，开始起劲了啊！继续说，没什么，可以拍一个视频。这就是你想后面说的原因。对啊，你就想让我懂事的呀？我劝你善良一点吧，哥哥。我不是最后一个，他最后一个。老差在小能手，行，不用感谢，不用感谢。龙嫂，我记得你之前很喜欢一首歌，叫做《差不多先生》，对吗？说是啊，是，是吧？啊，好，就你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是不是？龙嫂，哎呀，是有一个，是有差不多野心的男人，有着差不多能力的男人，付出着差不多努力的男人。但是你将来肯定不是一个差不多的男人，你是非同一般的男人。我们一起给龙嫂最后再来个生日快乐，好吗？生日快乐，3、2、15，三子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刚刚大家情绪太激动了，太开心了，我就没来得及说。现在我想说一下，今天这个生日我过得非常开心，因为有很多人陪伴我，有 boss 们、家人们、哥哥姐姐们，还有成员们陪着我，我觉得非常荣幸啊，能有这么多人给我庆祝生日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然后我想说，我最大的生日愿望就是所有人都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事业、学业顺利。每一天突破新的自己，创造历史。然后，我觉得我也没什么物质上的需求，也不需要什么礼物，我只需要长久的陪伴。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在我生日里继续陪伴我。谢谢大家。